Jim， 你在这个频道吗 ？Jim， 你在吗？我到集合点了，这里没有敌人。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。我身体里有股黑暗的东西。Jim， 我需要你在我身边。 Jim Rayner 遭到抓获，经过简短的审讯，他被执行死刑。Mask 元首发表讲话：“光荣的帝国公民们，我们的噩梦终于结束了。无法无天的恐怖分子 Jim Rayner 已被处死，我们迎来了崭新的和平时代。” 精灵已被帝国击退，我们也将彻底消除异虫威胁。虫群现在支离破碎，四散而逃。逃往查尔的残余异虫也会被赶尽杀绝。简而言之，我们胜利了。 我们的世界和平而安全。晚安，我忠心的子民。Mask， 导航开始，目标：异虫领地，是否确认？确认。